请你快一点。好，谢谢。舅舅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舅妈陪着去就可以了。雪儿，舅妈陪舅舅去吧，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你去了舅舅也会难过的。啊，你放心，我去。要不还是我去吧。舅妈都跟我说了，我就给高兴打了电话，她已经找到律师，去警察局等着了。 是，我找请你的管家让我带给你的。他说天气冷了，你衣服少。本来我不想带的，可我觉得那个管家对你也挺上心的。来，披上。 明天找些人来，把他屋里的东西统统扔掉吧。保险箱里面的首饰，你和老妈给分了。莫先生，您要遣散我们？你们愿意留下来，可以留下。我愿意留下来。 莫先生，请。 莫先生，找我什么事？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我就要去投案自首了。你手里的那些个证据已经没有用了，所以我想。
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雪儿，也别想报仇，也不要报案。我已经跟公安局打电话了。如果三年前你有这份骨气。 你就是个魔鬼！我这个卑鄙角色，我们俩终究是要下地狱的。再见，江先生，请留步。 江先生，这是童小姐的大衣，她一直很喜欢这件。这几天天冷了，麻烦您替我交给她。我们雪儿要穿的，我们会买新的。哎，江先生，我一直想去看童小姐，可是我这里走不开，而且童小姐也不一定想见我，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。谢谢。 莫先生，江先生已经走了。把房门给我锁上。是，莫先生。 小心点儿，丁管家。丁管家，真的通通都要扔掉啊？不如打个电话给莫老太太，让她拿个主意吧。我已经打过好多次了，全都转到手机的留言信箱了，可能她有事正在忙吧。 醒了，哎呀，睡着睡着好舒服，我还做了个梦。做什么梦啊？我也不清楚哎，我好像梦到我去了一个好漂亮的地方，哦，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：“这是天堂吗？”哼，报告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们失败了。 癌细胞扩散了，化疗呢也没起什么作用，哎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去通知少谦吧，啊，老谷，哎，我自己跟他说，好吧，我可以出院吗？我不想所有的日子在医院里度过。舅舅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！妈来了。哎，月莹啊，舅舅，雪儿呢？她在楼上休息呢，我说让她休息一会儿。哦。能不能叫她一声？我们想跟她说说话。有急事吗？我是想单独跟她谈谈。
进来。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月姨坚持请了几天假，在家里陪我。舅妈又天天来看我，还给我送补品，很快就好了。你说，单独有话跟我讲。那天你问我，你爸为什么要那么多的钱？我告诉你说，因为你妈她得了重病。我知道，你没跟我说实话。其实，你爸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。太直了，在单位里一直也混不上去，还处处受人排挤，心情就一直不好。本来就着这日子过也就算了。可是他后来发现，你很富有那种艺术天分，所以他幻想着等你长大了，把你送到国外去。哎呀，谈何容易呀！这去国外得多少钱呢？可忽然有一天，有人给他送来一笔钱，50万。条件是让他说出他们单位的一些资料。本来他不想这么做的，可你想，50万，他这一辈子都挣不到50万呢。原来都是为了我。为了不让你妈知道这件事儿，你爸就把那笔钱偷偷的放到了我这儿，让我替他保管。我和你爸感情一直不错，他也挺信任我的。我守着那笔钱，丝毫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。一直到他们出了车祸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了。我只是听朋友说，股市挺火爆的，说只要有本钱，就能在那儿大捞一把。所以你就拿去炒股了。本来我想，如果能翻一翻，这样你和帅帅就都能出国读书了。没想到一夜之间50万就没了，而且还欠了别人几十万。我是因为想还债，所以才干这件事儿的，结果却让莫少谦抓了把柄。原来都是为了我。雪儿，我不告诉你实情，就是因为怕你会自责。其实这件事儿说到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先错的是你爸，后错的是我。你不用担心莫少贤再回来要挟你，我已经去找过他。你还去找他干什么？我跟他说，他手上的那些证据已经没有用了，我准备去自首。不，你不能去，你去了的话，舅妈和帅帅怎么办呢？我要不去，你怎么办呢？舅舅欠你够多的了，这辈子是还不清了。其实，你舅妈对你不错。改天有空，你可以去看看他。不，我不许你去，你不许去啊！我已经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，他们一会儿就到。舅舅，他们来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了我自己的良心能好过一点，为了那个莫少谦。
不再骚扰你，也为了你能够振作起来，重新生活。知道，舅舅早该坐牢了，因为你平白多了三年的自由，满足了。舅舅，舅舅，雪儿，这件事儿你舅妈不知道。在他眼里，你爸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，所以我今天单独找你谈，你不要告诉他好吗？雪儿，为了舅舅，好吗？不用为舅舅担心，在牢里会睡得更踏实。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你去了舅舅也会难过的。啊，你放心，我去。要不还是我去吧。舅妈都跟我说了，我就给高兴打了电话，他已经找到律师，去警察局等着了。雪儿，这是莫少请你的管家让我带给你的。他说天气冷了，你衣服少。本来我不想带的，可我觉得那个管家对你也挺上心的。来，披上。舅舅。